你看到我打火机了吗？我又不抽烟，我怎么知道你打火机放哪儿了？哎，这什么呀？自己的东西看好了。 应该快到了吧？好。 喂，你好。是。说是警察，我们让人跟踪了。 朋友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凭什么听你指挥啊？说什么了？走，我们去查设备，把这箱子收好了。 今晚两位喝点什么？我要个橙汁。你要什么？那我也一样吧。好，请稍等。宝贝儿，坐哪儿？就坐前面吧。帮我把凳子挪一下。 来一下，咱们换一下位置。喝点什么？来杯红茶，一杯普洱。谢谢啊。来，过来坐。这儿东西可好吃了。是吗？你想吃点什么？嗯。随便点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武器。有用吗？ 有一次在公共车上碰见四个歹徒，全都拿着刀，然后我一敌四，就用这个活捉了一个，跑了一个，最后还伤了俩。这不是开玩笑，别吹牛。不信你可以去问队长。
喂。需要罚款50元的，没关系，这个钱我们付。那还是刚才那个人，他怎么说的？这饮料里有毒，他还说一会儿有个女警员会带我们走。今天真是见了鬼了，咱俩跟吃了迷药一样，干嘛要听一个陌生人的指挥？要不要给少爷打个电话呀？哦，应该跟他汇报一下。今天应该是这个。喂，少迪，是我萧燕。萧燕，我想说的是啊，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保护好标的物的安全是对的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，发生任何情况，安全第一。你们俩谁是小燕？我就是。那你就是邱小舟了。是。你们俩跟我走。小周正在被那个女警察带走。你在哪儿？我们在青阳机场呢，飞机要在这里停留半个小时。哎，小燕，小燕，小燕，喂，支队长吧，我是少迪。走吧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干嘛？你不是警察。拿着，快走。
你怎么样？队长。青阳那边的情况上级已经知道了，你真是吓了上级一跳。真平要是被劫走，你我都是罪人。我本来是想让消息者把真平带回去，但是这件事情呢又很难瞒过赵爷。事到临头我就改了主意，索性来个假作真时真亦假。我想借此机会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，看这个赵爷到底是不是卧底。这么说赵爷知道这个计划？我开始瞒着他，后来我又故意告诉他，可以肯定把消息透露出去的就是他。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。从心里来讲我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，但是队长不能再犹豫了，必须要和警方取得联系，至少应该把这个赵爷从押运小组里清除出来。我知道，不过你现在要按照警方说的，要稳住他。警方要拿他钓鱼，大大小小的鱼要一网打尽，懂吗？我顺便再给你通报一个情况，裘小舟在浔阳抓到一个劫匪，据这个劫匪交代，他们是一个相当规模的犯罪团伙，他们的首领叫蝴蝶王。表面上这个犯罪团伙是乞丐，他们经常流窜作案在某个城市的机场、码头和火车站。因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又没有固定的居所，他们会突然间就出现在某个城市，犯罪作案之后很快就逃逸。一帮乌合之众，散兵游勇。这正是我要提醒你的，不要满不在乎，这些人都经历过残酷的生存竞争，都有着特殊的生存经历，你一定要给我小心应对。明白。队长，我是乔小舟。报告队长，我们在浔阳机场被人劫了。人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不过肖记者受了点伤，头上缝了三针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郭队长，我们已经和当地的武警特警都取得联系了，一定会把东西追回来的。抓到活口没有？有一个让我给打趴下了，已经抢救过来了。你告诉肖记者，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哥，嗯，东西到手了，不过箱子是空的。我已经想到了，你还嫩，你斗不过他。他是谁啊？他叫邵迪，我跟你说过他。邵迪，空城计。哥，你就等着看我的吧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等我回去吧，再好好的向你解释行吗？不用。哎，社长您好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不客气。这是我们的陈营长，这是邵队。你好，张道来。你们有什么事你们在这交谈。好，邵队我就不打扰。好，谢谢啊。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，让我对你们特别的关照。八号车厢是餐车，十号车厢也是软卧。这是旅客的名单。这今天上车的人员情况吗？是啊，我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。你也知道，坏人的脸上不写字。
你的隔壁是？哦，我的隔壁是医务室。按照程序，我要检查你的持枪证。当然，跟我来。谁？赵迪。队长，队长。来，队长。持枪证。这是什么枪啊？国产95式突击步枪。跟你们的装备一比，我这简直是小孩玩具了。应该是吧？你这最多也就8发子弹，知道这是多少发吗？多少发？30发。啊，机杆枪加在一块儿，相当于一个排的火力。可别把我的车厢变成战场啊！我也不希望如此。同志，我问一下，这餐厅是在前面还是后边啊？啊，餐厅，前面。啊，好，好，坐坐坐，前面前面。你看，他们像坏人吗？不像坏人，也像可疑的人。这一路上少不了你的配合啊。没关系，有事说话。谢谢。你也吓我一跳啊！这么巧啊，在这趟车上碰见你了。来看看你不行啊？是公事还是私事啊？公事也有私事。来找个工作，想办法离你远点。出门在外就带这么一个包啊？我先过去了。我先过去了。你住哪号车厢？十号车厢，是。从7号车厢一直到餐车，那边归你，这边归我。是。另外呢，要特别留意身上刺青的人。刺的是什么？蝴蝶。身上刺有蝴蝶的人，上面说了，让我们特别留意。明白。小心点儿。见过蝴蝶娃吗？见过，只是一个普通男孩，岁数跟我也差不多。怎么可能呢？别蒙了。蝴蝶娃从小在草原长大，他最熟悉的气味就是牛粪、甘草还有羊奶。他从小是和祖母相依为命，可5岁那年，祖母去世了。在死之前，祖母跟他讲，我要出门，去过很远的地方。可是每当夏天的时候，我会变成蝴蝶回来看你。那天晚上，祖母真的变成了蝴蝶，被村里人抬走了。大家哭得都很伤心，她却没哭，她觉得没什么，因为祖母说了，会变成蝴蝶回来看她。只是她对蝴蝶有种痴迷的向往。顾医生，你也在车上？是啊，吃饭了吗？一会儿吃吧。好，不吃了，我前面还有些事情。啊，祝你去忙吧。哎。
的喝下去。几天后就可以了。不要怕，全甜的。看看有没有医生。好的，快上，快快上，快上，快上，快上。需要剂吗？有，在医务室。抬过去吧。是。顾医生，快点，快点，马上抢救。让我们过去吧，让我们过去吧。小心点。姐姐，姐姐，快，姐姐，快点，快点。走过，走过。顾医生带着一个病人过去了，还有剩组，总共五乘个，三单五女。现在外面堆满了人，怎么回事？有一个客人晕倒了，什么状况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有一位医生正在替他救治。医生？是顾小曼。告诉大家，提高警惕，继续观察。谁是患者家属？啊，我是他妹妹。他刚才都吃了什么？在餐桌上用过晚餐，可能是食物中毒了，不是什么传染病。这不可能，这列餐车年年是先进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我也是先进，不信吗？你就说该怎么办吧。他现在很危险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好，我让车长联系前面的车站。好。姐姐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前面要临时停车，把病人送下去。来，过一下。
顾医生，谢谢。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，但他现在病得很重。我知道，这是你做医生的职责。但我只想知道他身上有没有蝴蝶形的纹身。嗯，有。谢谢。队长，真的发现了蝴蝶刺青。就在那个晕倒的客人身上。那这样看来，情况的来源是准确的。是护医生发现的。 而且，我还在另外一个客人的手臂上发现了一样的刺青。那可能不止两个了，很可能是一个团伙。我敢肯定，他们是冲我们来的。 跟我来一下，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。 多的，警察无一个人不抽烟。拿那么多话，查票是我们的职责。这刀子是你的。小区规矩，怎么了？这刀子可够快。这不是凶器，国家对这个是有规定的。我可以走了吗？ 你可以走了。根据少迪的报告，看来蝴蝶帮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加强监控。 是。他不会死，这种药管用吗？你放心。你都看到了，警察这碗饭不好吃，我没几年就退休了，我想给我画个完满的句号。我可以配合。 但我不能拿我的职业开玩笑。我真的没有开玩笑，这伙人是绝对可疑。我的武警老弟，证据。我接到一个情报，说有一帮犯罪团伙，平均年龄不到21岁，身上都刺有蝴蝶。那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就凭这个，我们把他抓起来。这种人在火车上我们见得多了，还有的人在舌头上。 打眼儿。
穿钉子，人家那叫时尚。谢谢啊，难为你了。别客气。来了来了，就是。站长吗？初步诊断是食物中毒。嗯，我们在十车厢。哎，这样你们最好把救护车开到站台上来，好吗？谢谢你。踩人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干嘛呢你？当兵的了不起啊！快给人道歉吧！你听听这样，道歉！快点啊，快点！道歉啊！道歉！道歉！道歉呀！好，对不起。说话呀！到底什么情况？鱼就要咬钩了。是吗？可能吗？我现在是姜太公他爸钓鱼，直钩离水面三尺，鱼还是要不可咬钩。队长，看我的命令，正常待发，随时准备接活。明白。别紧张，我先给你起一卦。什么时候又成半仙了？这可是一个高僧教我的真传。来，抽三张牌。哎呀，这是个双卦互为主局，很少见。我实话实说啊，这乾卦不大好，在易经里这叫困卦，身败名裂，穷困潦倒，可以解释为被困。你狗嘴里吐不出象。我从来不信这个，别不信啊！易经可是博大精深啊。我那位修行很深的道长告诉我，人生机缘变化莫测，但都逃不过易经的八八六十四卦。我接着给你算啊，这后卦，女字旁加后，这个字在普通字典里面没有，男女相逢的意思，意思是说你在关键的时刻会由一个女人帮你解了困。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？萧燕。看来我说对了。被你蒙对了。萧燕带走的真是一个苦将。我得留一手啊，免得有些人趁虚而入。算你玩的漂亮。萧燕遭劫在我预料之中。可我没想到你玩了出空城计，连我都骗。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我是不是有权利决定每一个细节？这你应该能理解的。我不理解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是副总指挥，是库方派出的代表，我有权知道每个细节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最想知道什么？真品到底在哪儿？行里刚才来电话，他们很着急。你告诉他，真品跟我在。已经和上级联系上了，列车需要临时停车。为什么？看看这个吧。车上有急性的传染病，经过无数人的手，现在车上乱套了，马上要停车。进入紧急状态。有人追了，前面着火了，快点起床啊！前面着火了，快点！行了行了，着火了！少队，少队，怎么还没下车？不对，我怀疑这是一场阴谋。少队，所有的乘客都得下车，待在车上很危险。
下车，抓紧吧。他到，你开到。明白，下车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……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我们来人了！哎，我们来人了！哎，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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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就凭这个，事儿已经办妥了，不过东西已经被他们毁了。这次你可以拿到全额的赔付了，但这次做的不太漂亮，而且还出了人命。我想出去躲一躲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云南，最后再从那出境呗。犯罪嫌疑人死于事先藏在身上的超导炸弹，我们怀疑是犯罪嫌疑人自己引爆的，但也不排除他的同伙用遥控器引爆。此人就是罗小小，他在一个单身家庭里长大，14岁那年被强奸，从此离家出走。他在列车上为了制造混乱，吞服了国外最先进的一种生物毒剂，好在此人没有逃脱，已经被我们抢救过来了。据我们的内线反映，这个人就是胡涵，原籍内蒙古。我们同内蒙警方已经联系过了，遗憾的是，他们只提供了简单的户籍资料，其他的一无所知。胡涵的蒙古名字叫巴干，这是他小学5年时唯一留下来的一张照片。
他的家在内蒙伊呼塔草原的胡斯台，父亲是汉族人，母亲是蒙古族人。在他祖母死后的第五年，他弃学出走，投奔他那个在外面讨饭的父亲，从此就再没有消息。他的家乡的人以为他死在外面。有个细节很有意思，据教过他的一位小学女老师，他们说，胡海小的时候，同伴都管他叫索耶洛天米，汉语的意思就是疯子。有一回，教室里飞进来一只蝴蝶，他离开课桌就去追，谁也拉不住，生生的把那堂课给搅乱了。这个跟案件有关吗？少迪倒霉，他怀疑你，他甚至能想到咱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上级决定你停职反省。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你少迪。我们怀疑胡海就是那个神秘的蝴蝶。警察，跟我走一趟。这次如果将来有一天我真的牺牲了，我就在我的坟前放一把椅子。不管我在哪儿，我都会去的。